加进去，要加满它。把边上的水先擦干，先擦干，然后同时也是把之前那个胶给擦干净。然后是把膜撕了之后，然后就对孔。粘好之后，等一下就找一个东西来把它包住，要用东西来先盖住，用纸张来盖住，用纸张盖住，然后再找那个胶纸把它缠住。横的缠，然后现在是竖的缠，然后用力把它压扁，然后放置几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再拆开就可以了。